每日一句第三十二句，阿美语，几个字万，几个字万。中文，嘎造的受格，语法重点，记什么什么安是前缀加后缀，表示受格，记动作的接受者，嘎造是人名，几嘎造万就是嘎造的受格。举例，中文，这只狗咬嘎造。阿美语，米嘎拉古尼瓦祖几嘎造万，米嘎拉古尼瓦祖几嘎造万。